呼吁大家，由今晚起，通宵接你，带埋你嘅丈夫，带埋你嘅丈夫，全部带晒嚟，我哋要闯爆人民广场。未够秤是广东话未成年的意思。黄之锋，一个当年16岁的少年，组织学民思潮，带领香港人反对洗脑学科，大声向政府说不。马云奇选择辍学加入社会民主连线，多次被控且获罪，但仍不肯停下抗争的脚步。本片记录两位未够秤少年的2012年，时代风云巨变，香港迎向着未上完的充满意义的一刻。周二晚间10点，记录观点，未够秤，就在公共电视。